虎扑台下龙虎斗，根本后宫甄嬛传。播景的时候应该是及时把画面进来，他竟然给正在播的人是空白的赶稿，那个场面就是说进去就空白，空了35秒，快要到播报的时间，资深的主播跟那个年轻女主播说这个是润喉的，喝完了之后那个女主播消失无影无踪，资深的那个女主播她就需要我帮忙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今晚9点，同学来了。